熊明凡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心智沙龙。嗨，你好可爱，你很漂亮，真的，好会讲话，好可爱，我都傻了，超级可爱，而且好像哦，你们有预约对不对？对，我是王子哥哥，王子哥哥，你是王子哥哥，修哥哥，那你想要修哥哥 ？OK， 这不是上次剪头发哭的那个吗？你知道吗？之前那个有很红啊，我知道你说什么了，上新闻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又来剪，就是九妹的那个，一个去很贵的，一个去便宜的，然后很贵的剪到九妹，我跟你讲完蛋了，因为出手机瞬间开始被人上了。你们今天要洗剪吗？我想要染。你想要染？好，那你我叫洗剪，洗剪好，你还要再短哦？还没有，对，可以再短，可以再短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后面十八岁小女生。可以喝酒，可以喝酒了。十八岁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酒水单。你要喝白开水。白开水。对，我以为要送个白酒。白开。好，你要白开水就好。好，谢谢。你的头发里面本来就是有漂，有漂了哦。这么时髦。还是我里面那层颜色把它染没颜色。嗯，因为现在就退掉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有想要的颜色吗？还是想等一下再挑？等一下再挑，现在没有想法。你现在没想法，那你跟他介绍。我跟他介绍，没问题。那我先问他，没问题。那你有想喝什么吗？就有酒跟。我帮你放包包。你想要喝水？你也想要喝水？好的，谢谢。你会不会想要按摩？肩颈？好香哦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我这也很酸哦。来，谢谢。那我先帮你做一个肩颈按摩。哎，那个我要先跟你提醒一下，我们肩颈按摩10分钟是200元哦。好，好。你之前是染，这是染什么颜色啊？之前里面都染灰色。灰色。嗯。它有吗？它里面没有。哦，你比较特别，很好。那你有没有想，你有没有想要？不好意思，可能会挡到我。哦，好。有没有可能想要染什么样的颜色之类的？还是你要我推荐？好啊，你推。如果是我会比较推荐红的，你知道红色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尝试。我之前染过红色。你之前染过红色，那你对它还会有兴趣吗？你想要再来一点？我想要看起来有就是质感一点的感觉。质感一点。嗯。你要染头发？要染头发。你发质这么好，你确定要破坏它？因为它里面你想我赚钱的。我们现在多少钱了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这个18000，18000，差7000。今天没有客人了，不接客了。没有，姐说25000，25000啊。对啊。如果他这个，所以是这一款吗？如果是他这一款，紫的。那你这好紫，这款在里面好像挺可爱的。对对对，可以。这个可以啊，这种物质的感觉。物质，那你想带？你想物质是想要带点比较冷色调，还是暖色调？冷色调。冷的色调哦，这种。OK， 好。哦，今天这个发色很夯哦。你觉得当双胞胎最讨厌被遇到问到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会被新店就是？这是最讨厌的问题其中一次。还好，但是其实觉得没有心电感应，没有。可是你们其实长得是因为超级像，有吗？我觉得反而不像。我可以马上认出来，分不出来。你现在交换，我可以认出来，我也可以认得出来。我觉得是因为有化妆的关系，就可能说是他很多买一样，跟那种还是可以不要买一样，可以不要买一样。没有，你们大部分是风格是一样，风格是一样，但不喜欢穿一样。那你今天怎么穿一样？妈妈叫我穿一样。妈妈叫我穿一样，真可爱。哎，妈妈有来吗？18岁，没有，还是小你30岁。小你50岁，不会管。我跟你说，我帮你调颜色，它现在是没有像刚刚那个那么的亮，但就是它就是比较有也有那个颜色，但会比较偏雾一点点，就不会这么的冲击。嗯，我不会哭。不要，我不会哭。啊，他不会哭了，他说他不会哭就是不会哭。我已经打勾勾就不会哭。也不能打人哦，说好不打人不动手。他说我不会哭，但我会打人哦。我没有，是你自己讲的。到时候延上他们就可以了，延上他们。还没订阅，来吧，营业中频道吧。我们的开店趣事跟精彩花絮都在上面哦，赶快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。